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公冶长篇》第17章。子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有注解说这一章无人字，有的则说是九的错误。黄侃注云：久而人敬之啊，那么这张书啊，有的注解说呢，这张没有"人"这个字，那么有的注解则是说呢，这个"人"啊是久的错误啊，这个长久这个久啊误写为"人"啊，但是黄侃的注疏啊，他是注久而。人敬之啊，这个雪儒老人给我们指出啊，这个注解啊有这种不同的说法。子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一说啊，那么这是一个说法。晏平仲与人交往有善法，久而人敬之。晏平仲对朋友久而敬之，啊，这是一个说法。啊，晏平仲啊，与人交往啊，他有好的方法，啊，跟人相处、交往，啊，那么时间久啊，啊，人对他就越恭敬。啊，晏平仲对朋友久而敬之，这是一个说法。另一说，晏平仲的朋友。愈久愈敬重晏平仲，啊，这是另外一个说法，啊，就是晏平仲的朋友啊，跟他交往越久，那对他就越敬重，啊，以上啊这个两种说法，参考舆论黄鹤熙的《会敌耳言》，交际之间，其人实有可敬。而我不知敬，则失仁；其人本无可敬，而我恶敬之，则失己。失仁失己，必以后悔。故必由浅见深，由疏见亲，为时既久，逐渐增之，然后用吾之敬，自可免失仁失己之患。此其所以为善也啊。那么这个一章书，雪儒老人指出啊，参考这个舆论啊，就是其他的啊，这个论述啊，其他的注解啊，黄鹤熙的《会敌耳言》啊，那么有讲这一段，交际之间呢啊，跟人交际。啊，其人实有可敬，啊，他这个人啊，实在有值得我们可以尊敬的地方，而我不知敬，啊，而我们不知道、不认识，啊，不知道去尊敬，则失仁，啊，对人就失礼了。其人本无可敬，而我恶敬之，则失己。那这个人他没有。可以尊敬的地方，那我呀啊来尊敬，这个是失己啊，是自己过失啊，失人失己，必以后悔啊。该尊敬的没有尊敬，不该尊敬的尊敬啊，自己呀后来知道了，那就会后悔了。故必由浅见深，由疏见亲，啊，所以这个交际啊，由浅而深，啊，由疏啊渐渐亲，啊，从这个生疏渐渐这个亲近，为时既久，那时间久了，那么大家彼此很了解了，然后用武之敬，啊，这样啊就可以避免失人失己的忧患。此所以为善也啊，那么这个是参考舆论黄鹤熙《会
敌而言，这个论述了。社会是人情社会，朋友在五伦之内，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不可以没有朋友，一生的事业、品性、师友都很重要。老师不能再三提问，也有人不敢问，朋友却可以无话不谈。这个朋友是在五伦之内，那社会啊是群居的社会，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所以人也不可以都没有朋友，一生的事业、品性、师友都很重要，老师、朋友都很重要。那么在学习过程，老师不能再三提问，这个不能不断的去请问老师。也有人他也不敢问老师，有问题不敢问，朋友却可以无话不谈。那这个朋友啊，是可以什么话都可以谈的，都可以问的，所以有师也要有，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当年在台中学习啊，他也找了几个同参道友，一个星期啊聚会一次，因为当时候都是在家人，大家要上班，所以一个星期聚会一次，有一些问题啊，在同学同参道友之间啊切磋琢磨啊，那问题就解决了，就不用去劳烦老师了啊。所以这个师友师友啊，老师朋友啊，同参道友同样的重要。认人很难，所以一上来先淡淡的，不可以一见就情同骨肉。所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刘邦初见韩信也还不能赏识他，但是张良以石投水，把石子投入水中，立刻被刘邦赏识。所以认识人真的很难啊，这个认识人啊不容易啊，所以我们不认识啊还很生疏的这个朋友，一上来啊先淡淡的由浅而深不可以啊一见面初次见面就情同骨肉，就好得不得了这个是不可以这样所谓路遥知马力这个路途遥远知道马的这个力量，日久见人心，相处久了才知道这个人心所以起初历史上刘邦刚刚见韩信也还不能赏识他因为对他不了解不认识。但是张良以石投水把石子投入水中立刻被刘邦赏识。所以认识人真的很难如果没有张良这个举荐刘邦对韩信他也不认识他这个人他这个人的才能他不认识，这是比较难这些地方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个常常会遇到的这些人与人之间交际的这个关系。好，我们保持这个原则那就不错了这个人跟人交往交得越久彼此越尊敬这个就对了不要一开始很好的不得了那没有多久就变得好像冤家对头了这个就错了。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此地，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